包拿过来，我要检查。你干什么？我们没偷东西。没偷东西，警报器怎么响了？搜身。妈妈，这是我们超市东西吧？你不要污蔑小孩子。是不是污蔑？我得检查之后才知道。干什么？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孩子，偷点东西再正常不过了。三岁看老，估计长大了也就是个偷鸡摸狗的败类。你胡说！不好，小雨有危险。升天。怎么回事啊？听说呀，是那个小孩偷东西。小小年纪了不得啊！谁说不是？爸爸，我是坏小孩吗？坏小孩会在妈妈睡觉的时候放轻声音吗？会偷偷的送同学小零食？会不计前嫌的帮助邻居哥哥吗？宝宝，不要因为不相干的人否定了自己的善良，你很棒。全想在你身旁，我没有偷东西，小零食爷爷送的。爸爸当然相信你。诽谤害人，欺善凌弱，陷害好人，当下地狱。